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市议会议长邱毅胜。民意代表不只是要监督市政，更要倾听民意，为民喉舌。桃园市议会63位议员，每天都在桃园各地为民奔波服务，建设更好的大桃园。现在就透过今天的《民代心在地情》节目，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桃园的现况与未来，邀请你一起携手打造美好的城市。行政院去年11月宣布正式启动龙潭科学园区第三期的扩建，地方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未来就业机会将会增加，忧的是龙潭都市计划住宅区使用超过80%，已经无法满足更多移入人口住的需求。市议员徐玉树主张要扩大龙潭科学园区，龙潭都市计划也要同步检讨，不然龙潭的交通会更恶化。地方不会太在意台积电来不来，因为那个议题10年后不一定会存在。可是呢，这个工业园区居然又要再扩大，以目前龙潭的这个交通来讲，已经到达饱和，光是一个盛庭路，这个梅龙路，这个永光路，到了早上上班的时候是塞的，而且要塞蛮久，要10分钟以上。那再加上龙潭并没有这个所谓的铁路，没有捷运，更不要讲说高铁啦，那光是一个709，这几天我们就为了709这个缺班哦，吵得沸沸扬扬。因此我们希望，如果龙潭科学园区要扩大，就必须要有新设的都市计划，或者是扩大都市计划的检讨。不管龙潭新设都市计划，或者是进行都市计划通盘检讨，都需要推动捷运、轻轨等交通路网的改善，才能够在发展产业的同时，提升龙潭的生活品质。那这些问题呢？如果我们可以开发一个新辟的都市计划，那很多的员工愿意就近住在龙潭，那基本上他上班就不会有所谓的开车的问题。那这样对于这些上班的这个时段，疏解这些道路啊拥塞问题，就会有实质上的一个帮助。那尤其如果有捷运或者是轻轨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能够经过那里的话，对于产业、对于住家、住宅区，对于上班族各方面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况啦。在一个大的一个开发案，我们一定要有很前瞻的一些思考，不能只说这个把工业区就把它规划出来，不是。要去思考到所谓的周边的一些包括物流的运送它的一个对于交通的承载是不是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量，那这些员工是不是能够有安家计划，然后呢都计划里面有学校有卖场，这样的话这整个区块它就很明显的就可以发展起来。这个是我非常非常在意的，希望推动的一件事。另一个关系到龙潭区未来发展的议题是铜锣圈山坡地土地的解编，5月已经获得行政院原则同意，高原交流道铜锣圈的周边坡度低于5%的土地，总计有800多公顷的范围可以被划出。因此，我们现在划出的范围大概是，830公顷左右。那它有它的一个程序。那目前呢，从去年的6月2号，其实就已经对于这个山坡解编范围就已经公布，已经公布有实施了。那目前来说，剩下的就是实质上在这个藤本的一个登录，包括就是建筑用地。它的这个建蔽混凝土部分还没有明确，它必须要等到我们这一次说明会开完，然后呢
送到这个市政府里面的审议小组，啊，去做审议完毕之后送内政部，预计大概今年年底可以完成审议，那明年初呢送内政部，那整个期程来说，明年的113年的上半年应该就可以完成所有的程序。山坡地划出之后，铜锣圈的土地利用将更活化，但在开发的同时也必须兼顾环境和既有的产业。这个地方有高原交流道，那势必对整个800多公顷来说，除了茶区以外，它还是需要有一些零星的产业，我们也不希望全面性的变工业区啊，毕竟绿富绿这一块还是很重要哦。那因此现在也有几个产业专区的这个案子在做申请，也在推动规划当中啊，所以未来这个铜锣圈会有一些包括它的一些产业没有污染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物流甚至一些卖场都会陆续来出现，甚至有可能也会有都市计划的一个推动这样一个高原交流道才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一个全面性的功能啊。那我们希望划出了之后，这个中原路也能够来适时的来规划拓宽这个地方，就可以跟着带动整个经济跟所谓的农业产业的这一块来达到一个预期的目标。铜锣圈山坡地划出的相关土地所有权人共有6000多人，大多数划出的土地将变更为一般农业区，在内政部最后审议核定之后，开发将不再受到山坡地水土保持的限制，也不用缴交土地公告限值12.5%的造林基金，铜锣圈的土地活化和产业发展将会水到渠成。机场捷运目前只通车到 A21 站，进入市区的 A22 老街西站什么时候通车？中立地区的民众关心已久，市议员梁维超持续监督，要求 A22 站最慢要在7月底通车。我想 A21 捷运站对我们桃园市来讲，尤其是中立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建设，那也完工很久了。但是从 A21 延伸到 A22 捷运站，以及 A22 延伸到未来的 A23 搭配铁路地下这样的工程，是我们中立区最重要的这个交通工程。那前几天我们鲁明哲立委特别邀请我们交通部部长来到中立勘察这个建设的进度跟进程，那部长也承诺 A21 到 A22 这一段的通车在7月30号以前一定能够完成。我想这个我们要求了很久，那终于通车。那未来 A22 到 A23，因为时间还未定，那这一段的部分，未来我也请交通局研议，这一段的旅客必须要专车来接送，这个才能完整让这个交通捷运路网能够顺利完成。在铁路地下化的进度方面，市议员梁维超也要求市政府和交通部加强联系沟通，向民众说明最新的进度。那当然还有一个未来铁路地下化的进程时程以及发包的工程，我们在会议上也特别提到，包含所提到的114年完整通车。那当然这些工程未来交通部必须跟我们捷运工程局能够达成双向沟通跟整合，交通部的进程、铁道局的进程以及捷运的进程都要让地方政府充分沟通了解，我想这个部分才能加速整个交通建设的快速进程。毕竟铁路地下化我们等了几十年，现在终于发包要准备动工，那过各项的进程跟工作的进度，施工的各项的细节应该要让民众充分了解，尤其让民意代表知道。那这个部分部长也承诺，未来双向沟通跟地方跟中央政府的资讯的流通，他们会要求，这个也是我们地方所期待的。在捷运绿线延伸线连接到中立的规划方面，梁维超议员强烈要求延伸线要连接到中立火车站，方便与铁路串联，形成更便捷的路网。
那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捷运的最后一里路，就是绿色捷运的延伸线拉到八德这个区块。那未来本来的规划呢是没有连接到中坜火车站的，在鲁明哲立委跟我们这些民意代表强烈的要求之下，捷运不能绕高那一小段，所以部长也答应我们一定会让绿色捷运进入到中坜火车站共构。我想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这些工程陆续完成，我相信整个大桃园的捷运网就会成一个环状线，那中坜整体的捷运发展会到一个新的进程。我想这些都是民众期待的，也是我们中坜乡亲期待已久的重要的交通建设，我们陆续持续监督，一起跟中央来配合完成这个重大的交通建设。新市府在去年底就职，各项政策在市议会的支持下快速落实，从教育、社会福利到建设都能够看到政府的效能。国中、国小营养午餐免费马上落实，还有我们国小幼儿园向下延伸一年全部免费也是马上落成，大大小小的建设30项都在他不到半年的时间陆续来完成。我想市长的能力绝对值得肯定，他做事的方式跟执行的魄力，再搭上议会邱医生议长带领所有的议员全力支持他的经费预算，我相信未来桃园市大小建设，不管从教育、各种公共建设、各种福利政策的推动，我相信大家可以看我们市长的表现，我相信目前看起来各项政见的落实的速度以及细腻的程度，我想值得肯定。未来我们持续监督，也会继续支持，让张善政带给桃园市更多更好优质的政策。在教育方面，中坜区的人口持续成长当中，尤其是过岭和青埔地区的国小和国中都需要紧速增设。针对过岭的第二所国小的设施，一定要赶快让它成型，来缓解整个过岭从化区这些学生没有地方就学的窘境。这个部分，维超未来会强力的要求张善政市长以及教育局刘局长一定要全力督促。那第二个是青埔特区，因为青埔特区也是一样，人口增长的速度，我们教育的品质远远跟不上。所以目前青埔不管是国小，第二间国小已经要招生了，那问题是国中的部分的衔接也是未来教育的一个课题。桃园市都市开发比较早的区域，急需要进行都市更新和危老的重建，尤其是火车站周边的大楼，更需要加速推动更新，促成区域的再发展。我想都市更新是我们桃园市未来要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方式，因为整个桃园区跟中坜区就在火车站的部分，很多老旧的大楼未来透过危老或都更的方式，可以把它变为一个崭新的大楼。那大家都知道桃园的财神大楼目前在都市更新的过程当中，目前整个进度进展也都不错，那包括未来的来来大楼以及桃园区火车站周遭这些旧大楼，因为双北目前全力支持都更危老的推动，桃园市虽然还没到达这样的条件，但我认为可以从中坜火车站以及桃园火车站这两个区来共同来发展推动，因为青埔发展快速，未来也会让桃园市区这些旧的社区感受到压力。我觉得政府在这个部分应该要去琢磨支持，比照新北市的政策全力来推动，让中坜区跟桃园区这两个都会过去的一个比较老旧的状态之下，能够达到全面更新，这才是整个城市发展最优质的方案跟方式。中坜车站 A23站是铁路地下化、机场线和捷运绿线延伸线三个路线的交汇点，火车站新站和周边地区的发展指日可待。梁伟超议员要求市府加速推动都市更新，并且掌握捷运建设的工程进度，加速通车的骑乘，带动中坜地区的整体发展。杨梅区三民公园启用以来，是周边地区民众运动休闲的好去处，但随着公园设施老化，步道路基塌陷，下雨过后到处积水，
崎岖不平的步道已经威胁到使用者的安全。我们今天也看到我们三民公园的步道真的是崎岖难走，很多长辈们走路不小心都会跌倒，然后下雨天也会积水。其实这个也是多年了啦，那去年我们也有申请说请公所要加编这笔预算来做这些步道的改善，还有那个铺平一点。那后来公所说他经费不足，那里长叫我说向公务局来多多申请，那疫情也请我们副市长这边呢和公务局这边呢多编列一些预算，总共我们公所步道要130万左右，希望今年能够尽速来做发包。三民公园内的共融式游具受到家长、幼儿和青少年的喜爱，假日的使用率很高，才启用3年，部分的设施就出现损坏，有可能影响到使用者的安全，需要定期检查维护。因为这个我们这是儿童共融游戏区做了差不多3年多了，而且这些的游戏有没有小孩子都还蛮喜欢的，尤其荡秋千，而且有的是大人也在荡，因为是回忆儿时的那个秋千，现在已经很少看到这秋千了。结果他们停的时候，因为没有刹车，用手脚去刹，所以把这个磨到这样子。万一勾到这个草皮，万一跌下来怎么办呢？我也担心这个，我就是说请议座看有没有这可以改善。终于请议员与三民里里长会勘公园内有安全顾虑的设施，要求市政府编列预算。汰换有安全隐患的设施。其实每一座公园呢，儿童游戏场所里面都有这种软性的一个铺垫，那个真的是利益良善哦，让小孩子不会受伤哦。可是用久了总是会坏掉啊。像公所，我觉得每一座公园有类似这种硬铺，这个，防这个软式的一个铺垫的话，3年换一次是应该要编列一些预算啊，不要说要里长来拜托你才会过来做，其实我们农经科主动要编一些预算啊，我们市政府一定是会给的哈，尤其是像这个已经磨到破皮了哈，都还没有来换哦，这比较不应该，因为里长的担心也是我们所有家长的担心，我想市政府都应该看得到这一块才对啊。周玉琴议员指出，公园的环境需要编列预算投入人力维护，但如果从规划阶段就能够更用心维护起来，也能够事半功倍。我们三民的天目公园呢，地板永远都是脏脏的，因为为什么？这个黄泥土直接就带上来了，尤其是下雨天过后，大家来运动的话，都是走这个地板就直接过来了哈。其实我们三民公园和柚子公园呢，是不同的时间做成的哈。那可是呢，我们的柚子公园要过来三民公园，它是连接一起的，所以这个主干道过来这边呢，这个应该也要做个硬铺面，然后不要说就让它泥泞在这边，让人家会滑倒哈。其实我们天目旁边周围啊，这个草啊都长不起来啊。那我们也是希望公所啊，还有我们市政府公务局这边呢，能够给它做改善哈，让我们硬铺面做起来哈，大家都觉得干干净净，然后也不会让长辈们来做滑倒。那其实草长出来的，我们就可以让它继续长。那长不出来的草的哈，我们应该要改善一下。公园内的游戏设施深受家长和儿童的喜爱，但是最近有10座公园内的游具因为无法通过安全检查而封闭，整体汰换更新的费用至少要5500万元。市议员周玉琴说，为了安全而封闭设施无可厚非，但民众对于公园内游乐设施的需求殷切，市政府要尽快更新，重新开放使用。那很多好朋友都和我说啊，假日带小孩子到各个公园玩了，每一个游戏，杨梅有10座这种公园的游戏场都被封闭起来啊。他说遛小孩都不知道要去哪里，要到平镇去了哈。所以呢，我们也请公所还有市政府这边呢，赶快把这个来维修做好来。这个检验没有合格，这应该是用了10几年了哈，很多跷跷板都裸露，溜滑梯也不能溜了哈。那我也是希望市府这边呢有拨了经费，我们公所这边呢脚进度要加快，让因为解封刚过，大家好不容易可以出来玩，又看得到吃不就玩不到，小孩子都会哭哭闹闹的，家长也很辛苦，都要载小朋友到别的区去
这个玩溜滑梯。杨梅区民众期待已久的新行政大楼，新建阶段就出现基地浮起来的意外，后来紧急抢修稳固了结构体，工程才顺利推动。但外观崭新的新大楼却因为持续出现大大小小的缺失，进行改善当中。最近大雨过后，大楼内出现多处漏水的情况，行政大楼迟迟无法落成启用，让民众很失望。可是我看看，本来说六七月份会来做完成的，可是还是抓漏，还是没有抓到哈，还是一直在漏水。我看看年最快年底，是不是可以给我们所有的百姓来使用，所有区公所大所有人员住进，不管调解会也好，我们杨梅环保中队也好，还有一个就是社会局的一个广场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边做活动，还有一个是一个大型的会议场哈，这个都是蛮不错的一个设计啦。那只是会漏水是很难抓漏的哈，那希望我们公所还有市府团队尽量协助，尽量来做改善。杨梅区公所新行政大楼原本预计在今年一月就要竣工，取得使用执照。当时公所也配合其成进行了办公室空间的装修，室内室外的缺失也已经逐步列管完成改善。不过大雨过后出现了漏水问题，让新行政大楼的启用时间再度出现巨大的变数。大溪五岭桥是观光要道，每逢假日塞车的问题困扰着当地住户和游客。市议员陈志文与市政府多管齐下评估解决方案，其中开辟板龙快速道路是重要的关键。那板龙快速道路，然后快速道路，因为其实在那个新北那边，其实他们已经购置已经完善了，那现在其实就差最后我们桃园这一段，衔接从新北一直衔接到龙潭，这个另外来讲的话，不断可以跟我们的那个防浚道路，做并路的一个规划。那另外来讲，可以补足，另外就是从五岭桥一直到龙潭这一段，的一个快速道路的一个补足。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可以现在目前塞车点，我刚刚有说嘛，从五岭桥的两端，那我们现在解决了我们另外的西端问题，在东端这一边来讲，就可以利用这样子的快速板龙快速道路，然后这边可以做一个那个支道，做一个匝道，接到我们的快速道路，就不用就会减缓五岭桥现在目前两端塞车的一个窘境。另一方面，陈志文议员也要求提升大汉溪左岸防汛道路的位阶。过去防汛道路作为轻渔车辆通行使用，但因为属于施工变道的性质，管理维护和设施都受到限制，需要减速提升为一般道路。现在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在大汉溪这边左岸确实有大家就认为说，有一些所谓变道的部分。那现在目前来讲，它的在整个道路规划是的位阶，是属于变道。当时呢是方便我们就近这些工程车的一个出入，以及工程车它载运这些轻淤的一个道路。那未来的话，我想在就市政府的立场，在这边也是要求他们未来是不是在这整个的变道当中，能够逐一来去做个串联。第一个，第二个，将整个现在目前的变道直接提升到一般道路，因为一般道路后未来的不管是管辖，不管是管理维护，它才有一个相对的一个位阶。除了道路建设之外，陈志文议员认为公共运输也扮演着重要的功能，多利用捷运和公车客运可以有效减少私人运距。从六月份起，263路线开辟，串联大溪和三峡的老街。我想最重要就是公共运输的部分，因为其实公共运输一来它可以减缓我们整个大环境，就是我们排放废气对于我们大环境的一个冲击之下。那另外呢，其实也可以让民众就近啊，可能他的车子可以停在就近，就停在他的捷运站，然后直接搭乘我们的那个公车，然后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老城区，这样呢，其实也可以减缓它整个的一个车途往返的一个疲倦。所以呢，我们的公车包括我们的710 710A 也有加班开始，然后还有我们的72路线，甚至在我们的六月
份即将要上路的就是263路线。263路线呢是串联两个老街，就是从我们的大溪的河滨老街、中山老街一直串联到我们的三峡老街。在观光资源的整合方面，地方积极争取设立北横国家风景区，串联景点，整合行销和宣传的资源。因为多头马车的情况之下，所以造成了每一个不管是就活动，就景点的宣导、宣传以及营运维护等，我们都有发现一些诸多的一个现象。所以呢，志文在之前的那个升格后，有跟市府提议，何不将这些景点串联，直接提升为国家风景特定区。因为升等为国家风景特定区之后，不但有中央的经费挹入，而且呢可以做整个所有的一个景点的一个完整的串联以及宣导，那甚至呢未来针对活动的部分也可以互相的指引。目前市政府送出的版本是从三层为起点，地方长远的目标则是希望从台七线零 K 的观光牌楼为起点。不过虽然北横国家风景区的资源盘点已经完成，但还需要整合地方的意见，取得部落的认同。目前整个范围大概46000公顷左右，那希望中央这部分能够尽快的完成评鉴的作业。那后续我们还要办理这个公听会，还有跟召开整个复兴区还有大同乡的部落会议，要通过过半的部落同意之后，我们才可以完成这个国家风景区的编定作业。而关系到大溪公共运输和观光发展的还有转运站的建设，目前锁定的是埔顶营区。陈志文议员要求卫生局评估新行政园区和埔顶营区两块基地的条件，紧速成立医疗专区。那我想说，长期以来，因为我非常重视我们在地，我们大溪哈，因为飞山哦，飞山飞四啊，它是飞山飞四的一个区域，就在这边呢，非常缺乏的就是医疗建设的部分。因为我们呢，文化建设跟观光建设，其实基本上来讲哈，在整个的那个逐年建设当中，我想这整个来讲已经有呈现是饱和的现象，但是呢放眼望去，唯独我们的医疗建设真的必须大家来加加油努力，对我们这目前非三非四的这样区域作为整个的医疗建设的一个补强。那目前在我们的埔顶营区这边，未来的埔顶转运站内，那我有争取就是相当于大概2公顷左右的一个医疗专区。大溪中庄地区是北台湾唯一的韭菜专区，九月雪的季节景观吸引各地游客造访。近几年来，山猪湖生态园区和中庄吊桥陆续启用，成为大汉溪的重要观光亮点。而当地农民整合意见，盘点资源，拟定对策，争取划设水与绿休闲农业区。而民意代表也参与沟通，协助发声，相关的条件已经具足，只等中央核定。有了中庄吊桥和山猪湖生态园区等观光亮点的加持，再加上当地农民的创意和活力，距离水与绿休闲农业区的成立只差临门一脚。疫情解封了，各行各业蓄势待发，航空城开始配地优先产专区，积极招商，新市府施政有感，新民意全力监督，有感提升国家竞争力，完成跨时代建设。桃园市议会与市府团队携手努力，打造幸福之都。